在中山高林口二交流道是在北上的方向哦，外侧发生了连结车还有自小客车的车祸。 中山高北上48.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，外侧则是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小车在这里追撞了，经过的时候要小心。中山高南下 93.5公里过了公道五交流道， 也是相同的状况，是追撞的事故，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。以上是最新的交通状况。